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五百九十九面，五百九十九面，倒数第五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 雪山，即大雪山。南瞻部洲，此山特高，冬夏积雪，故名雪山。雪山洁白，以欲戒德于定金。景星云 印尽难得如雪山也。这是介绍经上所讲的须弥山。 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，南瞻部洲啊，就是地球啊，在这个太空里面呢，像个小岛一样啊。那么南瞻部洲最高的山，也可以称之为地球上的须弥山。 啊，不能称之为这一个单位世界的须弥山啊！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银河系里面什么地方最高的？经上告诉我是它的中心啊，银河系的核心。 我们看到近代的天文图像啊，能看到银河系呢，像一个碟一样啊，当中确实最高啊，慢慢延伸到两边的，就是边缘，边缘比较稀薄。 太阳确实是围绕着银河系在旋转。啊，经典上讲的须弥山呢，应该就是银河的中心。在经里面告诉我们。 啊，一个地区上最高的山，须弥也有这个意思，妙高。啊，像台湾这个岛，台湾最高的山峰是台湾的须弥山，庙高山有这个意思。那么地球上的山最高了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，终年积雪。啊，所以称之雪山。 这里有表法的意思，取雪山的洁白，啊清净，啊没有杂色，啊一片的，就是雪白，比喻戒德与定境，修行人持戒清净，没有染污。 啊，用这个雪山做比喻，修禅定啊，禅定能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心，清净心呢也是没有任污，所以用雪山呢来做比喻啊，表这个意思。 又会疏月，以戒德呢玉雪山，戒德清净呢如大雪山，常洁白，能照众生令清凉故。可是，在现代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。 发生异常的灾变，喜马拉雅山的积雪可能会融化掉，啊，南北极的这个冰也会融化掉，古迹啊，高山积雪融化，南北极的冰融化了，地球上海面。 海平面可能会上升五十米啊，五十米就相当高度了。沿海的这些城市都会被淹没啊，这是我们现前地球上的状况。 佛在经典上没有说未来，啊，佛只说了法运。释迦牟尼佛，法运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它的影响。啊，面积上的影响呢，它能影响到全世界；时间上的影响呢，是一万两千年。 啊，一万两千年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千三十八年。释迦牟尼佛灭度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记录啊，世尊出世是周昭王二十四年啊，圆籍在周穆王五十三年。如果照这个计算。 那么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应该是三千零三十八年，啊，也就是佛的正法过去了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也过去了，啊，相法也是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一万年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开始。 啊，所以后面呢，还有将近九千年呢。世运啊，就是世界的世运有兴衰，地球不会毁灭。啊，外国人讲那个地球末日啊，世界末日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头是不承认。 啊！但是灾难会有，啊，盛世也会有，啊，完全的看人心。人心不善，这是乱世。啊，地球有很多灾难，发现，如果人心善良。 这个世界上是盛世啊，山河大地都会显得非常的美好啊。实际上，我们今天对这些理论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啊，我们不怀疑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实际上没有两样。 啊，都是唯心所信，唯识所变，同一个道理。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？我们这个世界跟它相比一下了，差很远呐、啊。原因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：极乐世界的居民。 皆是上善之人，啊！佛讲的这个善，就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了，佛常讲上中下三品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修上品十善，来生的果报是在天道。 中品的十善呢是人道，啊，人间富贵下品的十善呢是修罗道、罗刹道，啊，分为上中下三品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上善。 上善，他做的太圆满了。我们可以称他为上上善。大乘教理佛常说：“一切法从心相生。”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上上善人，啊，难怪那个世界美好。 如果我们地球上人也能够修上上善，我们地球就会变成极乐世界啊，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。华严经上讲的“境随心转”，境是环境，我们居住地球是环境。 环境是随心转，这个道理，一直到近代才被科学家发现。啊，刚开始发现的，还没有被普遍的肯定。啊，如果。 这个世界上学习科学的人，都能肯定这个事实，我们地球上就有救了。啊，连美国布莱登先生，这是个科学家。 前年在悉尼开会，啊，这是几位大科学家讨论二零一零玛雅灾难预言，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他就说，二零一零是地球上人民的一个转机。 如果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弃恶扬善、改邪归正、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不会向前，而且地球会变得更美好。啊，他这个说法跟大成经上讲的一样啊。 那么问题，我们地球上的人肯不肯改变？能不能放下十物业，认真的修饰善业道？这个问题要靠教育。 特别是宗教教育啊，前年我随同新疆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访问梵蒂冈啊，我们跟教宗见面，谈到这个问题。 啊，这个问题也是他们先提出来的。啊，我们就希望天主教能够教导他们的信徒。啊，天主教的信徒在全世界超过十亿人。 啊，那我们虔诚为这个世界上灾难来做祈祷，有没有效果？有效。但是这是治标，不是治本。治本之道呢，一定是教育。啊，我们希望每一个宗教都回归到社会教育。 当初这些教主创教，不是专门搞祈祷，祈祷是附带的。啊，主要的是教学，大家在经典上都能看见的、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了四十九年，这最长。 啊，穆罕默德教了二十七年，耶稣教了三年，啊，被人害死的。啊，摩西也教了二十多年了，就教育重要啊！啊，教什么？教人断恶行善，教伦常，教道德，教因果。 啊，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人才真正会回头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灾难就能化解。这个道理，知道的人很多，希望知道的人带头做，从自己做起，认真去做。 啊，心地确确实实要像雪山一样洁白、戒本干净，没有污染，没有邪念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都讲到舍己为人。啊，一个。 虔诚的宗教徒能做得到啊！啊，牺牲自己，服务大众，特别是对苦难众生。啊，下面静影书云：“雪山。” 先去定静，这都是讲心理、啊。助德接近，您等一境，这境越亲净，智慧亲近。德行亲近。 公物清净，个人生活也清净，所以叫等一清净，等者平等，一者也如，平等也如啊！啊，净者本净。 其心本静。这是真的。清净心是真心啊！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向无足忍和尚提出报告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所以。 清净心是真心呐，没被染污啊！中国过去的老祖宗也肯定啊，他们说人心本善，那个善就是尽。 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啊，是赞叹，啊，一丝毫缺点没有，至于至善呢？啊，佛家用清净的，用平等清净的，平等清净这是至善。 啊，故洁白如雪山，用雪山来表法。啊，其心亦如呢，如雪山之不动，取这个意思，不动就是定。啊，清净就是平等，也如。 啊，说七心平等啊，故三无差别。啊，这个三是说佛、心、众生，就是一、二、三，三、二、一。所以佛是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 啊，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：啊，四书是中国人呢、啊、念的最多的。过去读书人没有不读四书的。大学开宗明义，就把宗旨说出来了：大学之道啊，在明明德。 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这几句话，跟佛所说的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”了，意思完全相同啊！啊，圣学、圣人的教育。 目的不是叫人升官发财，不是叫人搞名闻利呀、啊，是叫人成圣成贤。啊，所以他讲明明德了。啊，明德就是佛法讲的自信。现在自信被染污了。 需要恢复他的明德，所以加上个名字“明明德”，啊，上面这个名字是个动词、啊，下面“明德”才是名词，啊，为什么要“明明德”？当然，明德已经不明了，这就需要教了，啊，要靠教育的方法才能恢复明德。 明德的相是亲民，啊，亲民是什么？佛家讲的仁慈博爱呀、啊，这是亲民啊。啊，五伦里头说父子有亲的，亲是亲爱。 啊，对人民要有情爱，啊，真诚的情爱，这是神仙的样子、形象。啊，于欲至善，你的思想、言论、行为，啊，都是帮助世人。 达到最好、最善的，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教学的宗旨啊，目标啊！啊，我们称它为圣书。 啊，佛法是印度的神学，他的目标是叫你恢复自信。你本来是佛，你要回归到佛的地位。啊，佛这个字是从印度音译过来。 他的意思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行啊！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，他是人，具有圆满智慧德行的人，就称之为佛。 跟中国人讲的“本性本善”一个意思啊！学佛志在成佛，学圣贤教育志在圣贤，与贫富贵贱不相干呐。孔子在身不是贵族啊。 是平民的啊，学生当中最优秀的学生，孔子是常常赞叹的学生颜回啊，颜回可以说用今天话说清贫，物质生活可以说是勉强维持生命而已。 啊，一般人受不了。可是，夫子说：“颜回不改其乐。”他生活的非常快乐，他没有一点忧虑，没有一点怨恨，啊，生活的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他那个快乐是从内心发出来的。 与物质生活不相干呐、啊，啊，物质上是非常贫乏，可是他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，啊，进入神仙的境界，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，跟中国传统文化相辅相成，啊，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了一体。啊，英国唐恩比说的好啊，中国人的心量大，能包容异族不同的文化，就是指的佛教。 完全接受了，啊，而佛教呢，丰富了中国传统本有的文化，相得益彰啊，啊,啊，这都是事实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认清楚。 那么佛教现在可以说中国的佛教，印度没有了，佛教在中国，全世界要讲的佛教确实还是在中国，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疏忽了，不需要了，啊，好像有一些外国对佛学的经典的研究超过中国。 啊，是不是真超过中国人？超过中国现代人，没有超过中国古人。不但上古时代，我们讲上古是两千年的，啊，今年、近古、满清时代，啊，这一些出家在家的大德。 都非常优秀啊！啊，现在在世界上修学佛法的还没有能超过我啊,啊！我们应当加紧努力，不能落在他们后面，不能超越，也不能落后太多、啊。 要努力精进啊！幸福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个能量是相等的啊。那我们的心要跟佛相应，就能克服烦恼习气。 就能克化解一切灾难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能跟佛一，跟众生一。啊，那么现前众生已经不学人教了，也不学佛法了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 啊，现代人的思想都是明文理呀！地球病了，这几个字是我前些年写的。 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，我们现在通通去住啊！啊，病因有了，怨恨恼,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。那、啊、你看，有因有缘，后头果报就现前了。脏腑失调。 是我们的生病，天地变异，是现在地球病了。这是一切病的果报啊！啊，疾苦短命，这是我们的病报啊！自然灾害呢？ 这是我们外面的病报啊，个人病苦短命，居住的环境自然灾祸，这一切病报啊，怎么救？佛菩萨老祖宗给我们的药，就是仁义礼智信，是一切病的药。 在佛法里面就是十善业道，啊，在中国传统教育的是仁义礼智信啊，很简单呐、啊，把病因、病源、病果、病报、治病的药方都开出来了。 啊，确确实实能救自己，让自己远离病苦。啊，自己能力病苦了，你居住的地方就没有灾难。啊，中国谚语所谓啊，“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。” 你没有病因，没有病源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，啊！如果你身心有病因、有病源，你不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呐、啊，啊！所以，贪嗔痴慢疑要断，啊！佛法里头常讲，勤修戒定慧。 熄灭贪嗔痴啊，这是佛《大小臣经》上常讲啊。啊,啊，怨恨、恼怒、烦，我们常讲，习气冲动，这不是好事情，这对自己伤害很大。要觉悟，要把他放下。 啊，大乘经教里面跟我们讲的好啊，讲了许多道理的事实真相。啊，前几天我们还学了，啊，我们学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很有味道。那、啊、这大成教上讲的。 不断之假，这四个字啊，非常有味道啊！啊，不断就是相续相，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情呢？是个幻象啊。 不是真的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经文上，云意是不断之无，无是没有啊，空的啊，就是。 般若经上告诉我们的啊，六百卷大般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了二十二年，啊，真的讲到核心了，讲到一切法的真相，包括我们自己身体、我们的思想、身心都包括在其中，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不断的。 啊，没有间断的假象，没有间断的无，说假象比较好懂，说无不好懂，但是说无比假象意思还要深，还要。好。咳 啊，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，我用电影影片来做比喻，你晓得什么叫不断？你看这个这一卷，这是电影的底片，他在放映机里面用一秒钟二十四张的速度，这幻灯片呢、啊？ 二十四张幻灯片，没有一张是相同的。这五啊，啊，前面一张灭了，后面一张接着就生了，这叫不断，它没有中断，全是假的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。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：，我们现实环境，啊，就是现现在的这个世界，我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这个频率多高呢？电影是一秒钟，记住二十四张，就把我们欺骗了。 而现实环境里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是一千六百兆，单位是兆啊，一千六百兆张，一秒钟，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它是假的？啊，这个事实真相谁见到了呢？大臣经理都常常告诉我们。 八地菩萨，啊，八地叫不动地呀、啊，他的心定了、啊，清净到极处啊，这一种快速波动的现这个频率啊，他完全知道。 啊，所以从底片上，我们能够非常清、很清楚的体会到、看到，不动之物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德国的科学家，他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他说是空的。他研究的结果，他发表的论文说。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那物质怎么发生的呢？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这念头，真是佛佛讲的，一切发从心想生，是心想变现成物质啊！心想怎么会变成是一个念头？ 每一个念头里头，都有物质现象。这是阿赖耶吗？阿赖耶业相就是波动啊。这现在现在科学叫能量啊。从能量变现出科学是信息，从信息变累积变现成。 物质现象，啊，所以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是从意念变现出来的。念头好，物质现象就好；念头不好，物质现象就变坏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念头好啊，去的人心底都清净，啊、都真诚。 啊，没忘念。到极乐世界之后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空过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学习，学习到你能够把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你就毕业了，你就成佛了。 啊，极乐世界是学校。你看我们在经本上看释迦牟尼佛的介绍，没有他没有说极乐世界的过往，没有说极乐世界有大臣，没听说，从来没提过。啊，极乐世界有四农工商，有社会家庭组织，没有，都没说过。 我们从经本上来看，所体会到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佛，一个是菩萨，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，他是学校啊，啊，是个很大很大的学校啊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往生到那个地方是去求学的。 哲学为什么未成佛？啊？极乐世界是保证班呐、啊，到那个地方去之后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成佛，成就圆满的智慧，成就圆满的德能，也成就了圆满的福报。有智慧，有道德，他怎么会没有福报啊？ 啊，所以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通通通是圆满的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生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一丝毫怨恨，我们非常欢喜啊！欢喜什么呢？欢喜的时候，对求往生。 极乐世界这个意念呢，加强了啊！这个世界不值得我们留恋，我们要全心全力放下万云。啊！像经上告诉我们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 啊，灾难多好啊！好在哪里呢？让我们不能不到极乐世界，不能不选极乐世界。啊，这在佛法讲是逆增上缘。那到了极乐世界，那边是顺增上缘。 啊，极乐世界是发心身，是发心土。啊，发心是永远没有变化，不像我们这世界有变化了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变化。极乐世界人都是无量寿，无量寿他永远年轻呢，他不衰老、啊。 啊，永远年轻，它不变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是化身的，他没有太深，的，啊，太深，暖身湿深，没有，全部是化身的。啊，这我们在经上看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所以一心一意要取极乐世界。 啊，我是受现前这些灾难的启示。本来还想把华严经讲完，现在想不讲了。啊，我专讲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。我这无量寿经一遍一遍的讲下去。 啊，讲到我往生为止，啊，晚年一不见，一句佛号，多简单呐、啊！莲池大师说的好啊：“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，你们谁想学，我都送给你，你去学去，我不学了，啊，我来不及了，不学了。” 我只学无量寿经，只念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啊！我的目标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、啊。底下，意识纯白，啊，这是幸福众生三无差别，意识纯白。 这一段呢是说，须弥人啊，讲到我们地球上的雪山啊，大雪山，它表达的意思。下面再解释第二个小段，人如为地 一切平等啊，佛用大地来比喻平等忍辱。平等，即立住分别；有分别，就不平等。 有自私这个念头，心就不清净了，就被染污了。所以贪嗔痴慢疑是染污啊，这几样东西不干净呐、啊。我们的清净心被它染。 我们要恢复清净心，贪嗔痴慢疑必须把它断掉。啊，心恢复清净的。啊，心里有分别，就不平等了。啊，要知道，自信是清净平等。 而且有觉，我们经体上讲清净平等觉，真心。我们的真心呢，本来是这样的。是否没别的，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觉就不迷了，不迷惑了。啊，但是。 恢复是有次第的。第一，一定要恢复清净；清净恢复之后，一定要恢复平等，后面自然就大彻大悟啊，那么要想真的想恢复，就必须要把欲望放下。 对生活的欲望要降到最低程度，啊！你看释迦牟尼佛，他的生活欲望，他全部的财产三一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这他生活方式啊，一生。 没改变。佛陀走的时候，在树林里头，不是在房子里面的，在野外呀、啊。啊，叶三没有建一个道场，也没建个茅棚。 佛教传到中国来，真正那些修行的大德，几乎全都是住毛棚的。啊，没有住过毛棚的祖师大德很少有啊。啊，他们年轻修行的都住毛棚啊。毛棚是自己建的，很简单的，啊，山上看几棵树。 作为柱子架起来，上面盖一点茅草，啊，非常简单，啊，绝不求奢华，你的心是定的，没有欲望。 啊，精神生活，言喜尽教，这个里头是其乐无穷啊！啊，真正尝到乏味，确实，古人讲的，你欲罢不能。啊，你对它产生无量的欢喜。啊，让我们想到空烟之路。 啊！孔子、颜回的乐乐在哪里啊？乐在智慧啊！烦恼一天比一天少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，这多快乐啊！啊，心里头只生智慧不生烦恼啊，他怎么会不快乐？ 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啊，我学佛这六十年，啊，得益于方东梅先生，不是他老人家，我对佛法不认识，啊，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，啊，年轻的时候误会了，以为他是宗教。 因为他是迷信，边都不碰他了。啊，在台湾，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，承蒙他慈悲厚爱。 啊，我们原本只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，啊，没有啥，没有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去，啊，跟我约定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，他给我上一堂课。 两个小时，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，啊，学生只有我一个，在他家小客厅、小圆桌上，啊，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讲绝了。 啊，提出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我都感到很压抑。我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而且在宗教里头呢，一般人称它为多神教，多是什么都拜。多神教在宗教里头称为低级宗教，啊，高级宗教只拜一个人，啊。 别人瞧不起的，这他怎么会有这？学？方老师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年轻的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”这么好。 从来没听说过啊！呀，我学佛入门是这样入门的。入门之后，这有缘遇到张家大师。啊，我学佛的根底是在张家大师那个地方奠定的。他教了我三年，也跟方老师一样，每个星期两个小时。 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啊！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我遇到李老师也没用处。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之后，过了一年，我认识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劝我。 学教研究经典，这个我很喜欢。这是张家大师就教给我的。啊，老人家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知道释迦牟尼佛是社会教育家。啊，他的身份。 是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啊，他教学，不收学费，没有分别，只问来学，啊，只要你喜欢来，愿意跟他学，他都非常欢喜教你，平等性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 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到哪里去找？啊，所以我们才认清佛教的面目。那、啊、那说它是宗教呢？那你也懂得“宗教”两个字怎么讲法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对这个地都说好了。啊，老师叫你，你就查查字典，“宗教”两个字怎么讲？ 啊，那我们查出来了，向老师报告。中有很多意思，但它有三个主要的意思。啊，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从。 那教呢，就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啊，宗教连起来，哦，这就恍然大悟了。原来宗教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从的教化，这一下就明白了。以前呢，把这个名词。 解释错了啊！这才佩服我们的老祖宗啊！对于各个教派加一个宗教宗教这个名称，可以说在教学里头，真是推崇到至高无上啊。 啊，它是不是主要的教育呢？是的，为什么呢？它能帮助你成圣成贤，它能帮助你成佛成菩萨。这不是主要的教学，还有什么东西是主要的？啊，他的。 普世教育啊，这是对一般人、对社会大众的，人人都应当要学,学。佛家是舍善一道啊，你看我们《十善一道经》前面啊，如果是完整的本子，这大藏经》上有，前面有雍正皇帝一篇上谕。 那就等于序一样啊！雍正皇帝推崇啊！如果社会大众人人都学十善业道，天下就太平了啊！皇上就没事了，垂拱而治了。那这个教育多重要呢？啊，儒家普世的教育，现在我们把它提出来。 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普世教育，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教的普世教育，《十山业道》，这三样东西在古时候，没有人不讲，没有不认真学习啊。他不是讲，不是背，不是念的，他是要做到的，就是日常生活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的一个标准。 个个人都遵守啊！中国几千年来，注意看历史，长治久安，太平盛世从哪来的、啊？从这个教育教出来的啊！所以古时候中国的宗教教育。 是皇上亲自主管啊，儒家的教育交给宰相啊，底下有教育部，那个时候不叫叫叫礼部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，儒家让宰相去管，佛跟道皇上管了。 啊！以后像伊斯兰教传到中国，基督教那学叫景教，都唐朝传过来的呀。啊，统统皇上管，皇上平等，啊，以平等心对待基督教，对待伊斯兰教。 啊，我看过北京的清真寺、伊斯兰教道场建筑跟佛教一样，宫殿式的。看他的匾额，敕建，皇上下命令建的，就国家间的。啊，以前这些帝王知道啊，重要的教育。 啊，推动这个教育，天下太平。为什么人都叫好了？人,人人是好人，这人干的事情全是好事。啊，所以在古时候，诸位要细心去观察，古时候三百六十行，哪一行是最快乐的？最令人羡慕的，该诸位说做官。 做官身份很高，待遇也不错，没有事情干。为什么没有案子办呢？一个月也有两三件案子，很多了。没有人犯法，没有人做坏事，啊，这是用教育教好了。 而这个工作里头，确实，宗教教育是主，真的是个主要东西，啊，把人教好了，大家都学，皇上也学，啊，他不学，他怎么知道？啊，所以他也学，啊，做官的都学。 啊，人跟人发生争争执了，你要去打官司，到官府里头一一着急，夫子怎么说的？佛菩萨怎么说的？你还好意思争执吗？马上就解决了，就和解了，啊，不再相争了。 彼此一相让，问题立刻解决。啊，真的是宝啊！儒释道是三宝啊！啊，所以儒释道都教我们忍辱。行门当中。 忍非常重要，你不能忍，你的道业就不会增长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在上提升的定，忍辱是修定的前方便。你不能忍，哪来的定？没有定，哪来的智慧？ 不但佛法重视忍辱，儒家重视啊，道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三教的圣人都叫你要忍呐、啊。啊，能忍，心才会清净，心才不会动摇。 啊，所以忍辱啊，用大地来做比喻。你看地多平等啊！你把名贵的香水倒在地上，他接受你；便粪倒在地上，他也接受啊。他没有分别，为是这个好的我要，不好的我不接受，没有，通通接受。 啊，这是教我们用平等心待人接物，啊，对待一切人要平等心，啊，平等心就是道，平等心就是真心，啊，平等心就没有分别，有分别就不平等，有私。 个人的欲望在里头就不干净，就不清净，啊，往生论著是心业无分别缘，啊，就解释啊，心无分别，业是造作，啊，起心动念了是心业，就是意。 啊，解释这个，如地覆，无轻重之殊啊，啊，殊是不同，差别，没有差别，像大地一样。啊，下面有解释，大地在物，重者轻者。 同一符合，无所见则，他没有分别，是吧？无有分别啊，《易经》里面，坤卦就是讲的“地厚德载物”啊。 厚德是什么呢？啊，最后的德就是忍辱，就是平等。啊，大地表现出来就平等忍辱，我们要学他了，学像大地一样啊，能忍，啊，能平等的去忍。 一遇菩萨忍辱之德，远离一切冰火、恩怨、为生之别。我们有没有学到？ 忍辱的反面是傲慢啊，自己总以为比别人要高一等啊，要知道，傲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。 不是你这一生学会的，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带来的习气。啊，佛讲的更更深，这个三毒烦恼贪嗔痴。啊，从有我那一天起，这个烦恼就带来了。 法相宗里头讲的透彻啊，讲宇宙的元气，万物的元气，我从哪里来的？我的元气啊，全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是万物的本体，包括我自己。 宗门里面常说：“父母未生前，本来面目。”那什么自信呐。啊,啊，本来面目是佛，不是别的。所以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面目是佛，佛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了。 一念不久二有无名，这个就是你开始迷，很难讲，讲不出来，哪有开始呢？佛家讲无名，上面加了一个无始，无始无名。 他一念不觉了，而又无名。这个无名叫无始无名，无始是没有开始，那是什么？没有开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没有开始，怎么会有这种现象？ 楞严经上，富罗那尊者就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：无始无名是怎么来的？这真的叫追根究底，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了！哦，所有一切法。 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从无明变现出来的。这最初名从哪来的？啊，佛告诉你，他没有原因，他没有来处，也没有去处。那、啊、听不懂啊？最后佛举了一个例子：言若大多迷头任影。 有这么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我们一听呢，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小时候有啊，啊，小时候在学校念书，我们那个时候念书啊，在抗战期间，啊，抗战期间，小学生高年级，啊，五六年级就有军训课。 啊、那是非常时期啊！军训课里面，早晨上学，老师常常举行紧急集合，啊，哨子一吹，啊，三分钟都要同到到场集合，服装整齐，啊，制服穿好，帽子戴好，啊，同窗穿戴好了，哎，就有这个现象。 啊，有同学就说，紧张的不得了，慌慌慌张张，啊，就找他的帽子。问同学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？同学指着，你不是戴在头上吗？戴在头上忘掉了，戴在头上找帽子，找的那么紧张。这个比喻好啊。啊，你说他那个米什么时候有的？ 没有啊，啊，服装穿的整整齐齐的，没没事啊，啊，那一年不觉，你说一年不觉，那就变得那么紧张、啊，啊，佛这个比喻好啊，让人想得是，无名不是真的，所以叫无始，它没有开始，有开始它就有结束，没有开始。 也没有结束，啊，我们是在讲，一直到念到，啊，看到这个菩萨出太监，世尊跟弥勒菩萨这一番对话，才完全明白了，啊，那个一念不绝 就是今天科学里面讲的波动现象啊，而且这个波动现象你一定要晓得，这一个波动频率起来时候，它立刻就停了；第二个波动是第二，不是第一个，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 啊，这就叫是不断之物，它确实是因为这个波动起来了，你错了，你在里头迷了，啊，以为真有，这就现出一个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想，完全是假的。 就跟迷头人影一个一个意思啊！但是什么？但他不觉，没有没有这个自觉，他就迷了，越迷越深，嗯，造成这个这种现象。迷得再深，都是一念啊！所以佛讲这个这个呃，对于深一层的讲解的时候。 他不讲过去，不讲未来，没有过去未来，就在当下了。你这问题才真能解决。你当下一觉，这个波动的现象立刻恢复正常。没有过去未来呀，过去未来。 是你迷的时候的假象，啊！我们读《北法明门》，初学佛的时候都学这个书啊，啊，相宗的入门呐，啊,啊，时间、空间，它排在哪里？排在二十四个不相应法里头，啊。 时分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。时间是什么？方分，方是讲空间。时间、空间都是属于不相应刑法。不相应刑法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叫抽象概念，是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，绝对没有事实，假的。 这个是不太容易懂，啊，但是它是事实真相，啊，所以一念就立刻就恢复了，波动现象没有了，波动现象是阿赖耶的意象。啊，科学称它做能量，所以能量是从波动当中产生的，没有波动就没有能。量。 啊！但是能量还是从自信里头出来的，自信不可思议，能生万法啊，能生能现呐、啊，二来也能变啊，能生能现能变，它的根，它的本，都是真如自信。 啊！而且真如自信的他什么都不是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啊！所以科学、哲学对他都没有，无可奈何。怎么知道有呢？佛说了：“我一正方知。”啊！你正德的,的时候，你完全明白了。怎么正得呢？放下。 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你就真的了啊！那么我们就懂得了。科学哲学为什么不能真的科学家、哲学家没有放下起心动念，没有放下分别执着，所以他只能见到阿赖耶，见不到自信。道理就在此地。 他要能正真正的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了，科学家就成佛了。啊，他可以做实验的，放放看，放下看是不是成佛，放下真成佛了。啊，所以这样微细的境界，阿赖耶的这个三西相。 啊，佛说八地往上去，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定功过深了。啊，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最高的五个阶级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不需要用一科学仪器。 也不需要用高深的数学。啊，他见到了，在定中见到的。啊，小定阿罗汉的定，能够见到六道轮回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定中空间维次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向上看，能看到飞翔、飞修、翔出天。 往下看，能看到十八层地狱，能看到阿鼻地狱，啊，三界之内的他都知道，他都明了啊！能力从哪来？本能，这个能力是自己本来有的，只要把障碍去掉，能力就恢复。 经上告诉我们，只要你不执着，对于是出世间法都不执着。因为什么？出世间法、佛法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金刚经上佛说的很好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自信里的哪有佛法呢？废话。啊。那佛法从哪里来的？佛法从世间法来的，因为世间人迷。 所以佛就用个方法帮助你觉悟，帮助你觉悟的法叫佛法，啊，等你觉悟了，觉悟就没用了，啊，就好像你有病，这才有药，病好了，药也没有了，那是药啊，有病才有药，没病就没药，啊，你有迷惑才有佛法，你觉悟了，佛法就没有。 啊，所以这个道理要懂。你清净心才真能得到，阿罗汉的清净心，菩萨的平等心，佛大彻大悟。啊，那个觉是大觉，大彻大悟。所以清净平等觉就是菩佛,佛、菩萨、阿罗汉。 啊，也是界定会三学，清净是界，平等是是定，觉是会，界定会三学，也是佛法僧三宝，啊，清净三宝，平等法宝，觉是佛宝。 你的经体上看，这意思多丰富啊！所以这一部经呢，确确实实是,是一切经的代表，是一切经里面的精华啊！你从这一部进修，就能圆满成就。 活乐而不为之呢？啊，它包含华严，它也包含法华，邪密都在其中。啊，不可思议的经典呢，你都要认识它。 你才会全心投入，你才会真正得到受用。啊，《王生论著》里头住得好 <coughs>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啊，清静如水。 菩萨清净，犹如净水，能洗除种种尘劳垢染。啊，觉悟就放下了，这是比喻放下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没觉悟，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。啊，以为这些假东西都是真。 特别是认为佛法，包、哦、括世间都是假的，佛法也是真的。叫什么人？小陈，你有能力出六道，你出不了十法界。什么时候知道佛佛法也是假的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。 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自信、清净心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。什么时候你这三种现象都放下了，都没有了，你就回归自信。你就真的妙绝了。啊，这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，头一个，你要把它空掉，真正知道，不断。 知假，啊，或者用经常讲的，不断知无，他根本没有。你知这是错了，包括这身体，身体是物质，啊，起心动念是精神现象，啊，思维也想象，这个东西呢，身体死了，这个东西存在。 啊，灵魂，生有生死，灵魂没有生死啊！啊，在台湾出版的一一部一本书，《罗马军团东征》。 中国之谜，写这本书是大陆上的啊，一个人写的，里面是个人跟鬼的谈话记录的啊。罗马军团是凯撒大帝派了一支军团，十万多人侵略中国。 那个时候完全是走路啊，啊，从罗马走到中国，非常辛苦啊。在中国打了几次仗没打赢，以后全军覆没，都死在中国。啊，这一批鬼军呐、啊，的军队啊，啊，他还没有解体。 啊，还没有散开。那些灵鬼现在还在，负在人身上，把这个故事说出来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说明是两千一百年死的这些军人，灵魂现在还非常活跃。 啊，他们非常非常苦啊！啊，得到菩萨帮助他，这这一批军队通、啊、通都归一了。啊，有个利宾菩萨，我们一般人想象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啊，菩萨跟他们在一起，告诉他们。 说中国不是你们的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看到这一句话，我感触很深。这就是人要认命啊，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。啊，中国不是你的，你命里头没有中国这个缘，所以你来了死在中国。 啊，这这这提示我们什么？用战争的手段夺取来的这些土地、资源，还是你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的，得不到。那何必用战争呢？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呢？啊，现在他们知道悔改了，逐渐逐渐。 了解事实真相了，啊，要求给他建个庙，啊，他们有个住处，有个安身立命、修行的地方，啊，在甘肃，齐树平居士真给他建个庙，啊，大概今年年底可以完工。 啊，说明什么呢？人没有死，啊。人要是不死，怎么可以得罪人？得罪人之后是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这个多麻烦、啊！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，绝对不会得罪一个人。 啊，受了委屈也无所谓，不跟人结仇。啊，受了委屈，将来我要报复，后来他又来一生又要他要到抱我，我也抱他，这个多苦啊！双方都痛苦，啊，所以明白之后了，一笔勾销。啊，受再大的委屈，这个这个委屈也无所谓了，啊，看清楚了。 啊，张家大师看破了，你就会放下了。啊，真放下才能够一心念佛，往生才有把握。啊，这个世间的人有恩于我的，要报恩；有怨于我的，一笔勾销化解。 他跟我有怨，我不跟他有怨，我真的没有。啊，我们怎样化解怨怨气，怎样报恩？自己认真修行，修行成功了，这个功德回向是真正的报恩，真正的结缘时机。不、就是，你成佛了。 成佛重要，清净阿弥陀佛重要，王僧极乐世界重要。那这些恩恩怨怨的不重要，搞这些干什么？所以应该放下，这都是属于忍辱波罗蜜。 啊，菩萨清净呢、啊，犹如净水，这才能把种种尘劳，就是烦恼习气，通通把它洗干净，啊，洗诸尘垢，至深如火，烧烦恼心啊！ 这下面有解释，火比喻智慧，心表示烦恼，菩萨智慧猛利呀，啊，就像直升的火一样，啊，能除烦恼，好比火把这些柴啊统统烧光了，啊，所以求智慧重要，啊，智慧从清净心来的。 清净心从忍辱得来的，所以没有清，没有忍辱，心就不会清净。心不清净，永远不会有智慧啊！然后你才晓得，忍辱对于我们学佛的人，他多么重要啊！六波罗蜜里头。 有两样东西最重要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啊，布施什么？放下。你要放不下，你就不能直接。啊，我们今天修佛的人很多，在家的十善业道做不到，出家的沙弥律仪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他想这个原因呢？ 为什么古人能做到，现在我们做不到？不肯不施，不肯放下，所以你做不到啊！啊，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。 啊，能布施，不能忍辱。他只能修世间福报，他成就不了功德。啊，所以忍辱能够把布施的福报变成了福德，变成功德，那就管用了。 福报不能出三界，福德超越三界了。啊，你是要福德还是要福报？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梁武帝是中国古代。 最热心护持佛法的一位大德啊，他有国王的身份，以国家的力量来护持佛法，建造寺院道场。这个传记里头说的，四百八十所啊。 啊，渡人出家，几十万人呢、啊，那佛法多先生呐、啊！啊，自以为功德很大。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了，跟他见了面，他非常欢喜，向大魔祖师请教。 他一生所做的这些功德大不大？啊，就有多大功德？大魔祖师告诉他，并无功德。他听了这句话，非常不高兴，就送客了，以后再不见面了。啊，所以。 梁武帝没往上啊，梁武帝没正果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忍辱的功德没有啊！你赞叹他是喜欢，你说他并无功德，他就生气了啊！他都不能虚心。 问一问，为什么没有功德？啊，功德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问。他如果继续问，大摩祖师一定给他讲的很清楚。一句话不投机，马上就翻脸的时候送客。啊，大魔祖师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。 才遇到一个慧可，啊，慧可难得了，在他麾下大彻大悟，啊，为中国禅宗第二代祖，啊，不能忍辱怎么行呢？所以，梁武帝一生修的是世间福报。 啊，充其量到哪里去了逃离天呐、啊？这最高的了，往上去，往上去要有一点订功。啊，夜摩天有未到定的，他没修啊。啊，这一些例子，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。 啊，懂得修行的方法，啊，懂得六波罗蜜的重要，啊，不能够不施，你戒不清净，你没有法子持戒，啊，持戒什么？要能吃要能放下，啊，能持戒之后要修忍辱，不修忍辱，戒律都是福报，世间福报。 啊，持戒很清净，吃的很好，但是怎么样傲慢、oh,？看到不持戒的人瞧不起，这就是没有人如波罗蜜啊。那我们一看的时候，他那个戒律清净，修的是世间善，啊，属于世间的是善，得人天小苦。啊，也就是修的再好，也就极限是套离天。 夜摩天他去不了，啊，夜摩天要有一点定功，未到定，啊，曾经修定有一点功夫，啊，但是定的境界并没有现前，啊，往上去都要靠禅定。 啊，禅定真正修成了，得了初禅了，他就不再欲界了，他就到世界去了。世界初禅点，啊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一层比一层高啊，往上去全是修定的。啊，定里面自然有上品，是谁？啊，自然有戒律。 叫定共戒，开悟之后叫道共戒，啊，道定共那个层次就高了，啊，至少小臣出国以上，啊，大臣华严经上讲的粗心以上。 啊，我们今天连初心达不到啊？为什么呢？初心，它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。今天出家人，还有在家居士，几个人把三十这个这个呃三界？ 八十八品见火断掉的，没有啊？断掉这才入门呐、啊，入大乘之门呐、啊。小乘就是真正出口徐德华。啊，跟《金刚经》前半部立四相那个境界是平等的。啊，你要问徐德华，问。 初心为的菩萨，他们思想破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啊，这个东西得讲理呀、啊，不是随便说的，真是功夫啊！啊，从哪里学？ 啊，从行文上来说，一定从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。我们今天十三页为什么做到？没有《弟子规》感应篇的基础，又不学小陈啊，中国从隋唐之后不学小陈了，用儒跟道代替小陈那儒道不学这么行？ 啊，儒道最重要的，学《弟子规》，学《感应篇》，要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变成我们的生活齐心动念的依据啊！不能违背呀、啊！有这个基础，修十善业道就容易了，不难了、啊。啊，古人能做到，今人也能做到。 尽人做不到是修学劣等，没有按照顺序去学。啊，哪一个人修佛是从《弟子规》开始的？告诉你，古人是这么开始的。 只有现代人复活了，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的这里。下一堂课我们在香港继续接着讲。好，谢谢大家。